哎呀，媳妇儿啊，你别着急。哎呀，你把你老公想的也太 out 了，你老公怎么能还不知道干脆面呢？我都给你买了一桶一桶的，啊，你放心吧，我正往回走着呢，啊，好，我跑着回去。哎呀，你等着我吧，你放心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走路不看道呢。二姐夫啊，你撞死我了你啊！哎呀！你撞死我了！哎呀呀呀！你咋的了？你撞着我了呗？我撞你这儿了？我咋能撞你这儿呢？你刚才好像蹦起来撞的。我蹦起来我也撞不了你那儿啊我。那还行。什么玩意儿你这是？不是，哎呀，你把电话捡起来，把电话捡起来。你不在保安队待着，你跑超市来干啥来了？不是，今天本身我休息，然后早上大姐给我打电话，说脸呢，你赶紧过来啊，然后你帮我看一下超市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哎呦，我说脸脸，我大姐也是胆儿太大了，让她来看超市。哎呦，这话咋说？二姐，咱要是物业保安看超市，那多安全呢，多放心呢。行。哎，啊！你们超市里有干脆面呀？哈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上外边买。不是二姐夫，你管这个叫干脆面呢？这不是干脆面吗？这怎么能是干脆面呢？你看，你看这干脆面，看你看啥呀？干不？干吗？脆不？脆呀！干脆呀！你干脆你啥也不知道啊？你这。不是，来，这个它不叫干脆面，这是啥？叫方便面，叫泡面。啊，泡面啊？对，没事啊，反正不是我嚼，我媳妇儿嚼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不扯呢吗？你这，哎呀，我走了。你先站住，干啥去啊？啊，回家。啊。刚刚帮我捡方便面，我应该谢谢你是不是？不用握手了，我腾不出手来。你要能腾出手，超市你都得搬空喽。啥意思啊？还啥意思？二姐夫啊，这，我这么跟你讲吧啊，你呢帮我捡这方便面，我应该谢谢你。但是啊，我觉着我的权力也没有多大啊，你呢就只能拿一盒，这一盒放心不要钱，算老弟我请你的，行吗？讲究不？你讲究什么呀？你讲究？我这么大个老板，我让你请我一盒方便面啊？那你要干啥呀？啊，不是说我白请的，我不要钱还不行啊？脸脸，你可能弄错了。什么弄错了？这个面是我的。是啊，你得花钱买完，这才是你的。哎，脸脸，是这样啊，刚才我是不是在这儿打电话来着？啊，其实我怀里边还抱着面呢。啊，我打着，不是刚才这啪一下，哦，面吧，哗，估计也掉地。啊。我明白了啊，你的意思是那什么，就是你也拿着面，我也拿着，叭一撞，撞混了，是不是？对的。啊，你可少给我来这套！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要是买面了，你把你刚刚超市那小票你拿来给我看看。我买方便面，我至于留小票吗？那谁知道你买几盒啊？不是，哎，脸脸，哎啊，我在这小区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在这小区的身份可了不得啊，你是那什么？哎呀。啊，我们家的房子都是我买的，首付都是我交的。等会儿，这程序都不对。什么？街坊邻居们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你这是对啊，这才对呢。怎么的？你们都去过他家住啊？那当然的，这都是我的街坊邻居。脸，这好办啊！你不是不知道我有几盒吗？啊，你刚才不是也抱着面来的吗？啊，你抱了几盒？你说个数，剩下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啊，我这大长胳膊，我是能抱多少我抱多少啊。那就好办了啊，来，你抱多少是多少，完剩下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哦，对，你抱着。哎呀，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好，你抱着。对，抱上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要说二姐夫真聪明，剩下的不就是我的吗？没错呀，来，你看看。哎，对，往上挪。对，你看看，好了，剩下的都是你的。站住。干啥？我面呢？我面呢？没
拿面呢你啊？不是，练练啊，练练，我求你啊！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二姐啊，在家等着吃面呢啊！你就求求你，把它给我啊！你这样，二姐吧，我出个招，你帮我捡起来啊！要不这样哈，你呢就从我手里面随便拿面。好的。但是，得把钱付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吧没有那么大权力，然后呢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姐到底这个库存有多少，然后呢，她回来一理账，哎，多出来的钱就是你的，然后我再给你送回去。哎呦，你这个主意可真好啊，是不是？我从别的超市买的方便面啊，到你这儿来交钱，对呀，完事你再还给我啊，你跑我这儿来抵押贷款来了，啊？不是你行不行？要不然我没有招了，看来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啊，看见没有？这是100块钱啊，太多了。来，你拿上，不用找啊。记住了，这100块钱是我的。行，结完账以后，查出来的账是我的。哎呀呀，你的。拿面。气死我了！我媳妇在家等着呢。你快，别着急。什么玩意儿？好了，哎呀呀，5盒好啊。你还数那个我的这是？哎，行了，你的。哎呀，倒霉不倒霉？昨天晚上肯定做噩梦了，碰上他了呢。别惹我，我今天脾气不好。是不是啊？那边去。你跟谁说话呢？没有，爸，我不知道是你。跟谁也不能这么说话呀。哦，我告诉你，顺风，哎，你要有这劲头啊，你好好长长个儿，你别老长脾气。妈呀，不是，我真不知道是你，你干啥去啊？不是家里灯坏了吗？哦，你大姐夫也不在家，我这没办法了，我上物业，我借个螺丝刀回去，我自己鼓捣。怎么的？家里没有大姐夫就没法过了是不是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你会弄那灯吗？我怎么还？哎呦，我装个灯我还不会呀、啊、我。啊，爸，既然你把这话都说这儿了。这个灯必须我装，我今天就要装灯。大哥，那这不是，那你一会儿你到那超市啊，你再买个灯泡。你把面拿过来。哎，好，那再买个灯泡啊。哎，这我二姑爷出去了，过去净整景来的，现在会装灯了。上这走啊，爸。哎呀，我大姐夫有什么了不起？于小玲，你给我出来。听不见呢，你啊！来了！我叫你，你听不见是不是？哎，啊，那个，你要干什么，二姐夫？我装灯。你不用装灯，你就是个灯啊。你啥意思？不是，我觉得二姐夫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一个小老板，是不是？你说你拿这玩意儿，你要把我伤了，你就不好啊，犯不上。我伤了你，你这么大个儿，我这么点儿，我伤了你，谁信啊？是，一开始我也不信，但是你刚刚跟我说你要装灯，我信了。那你啥意思？别闹，可控制犯不上啊。我们家里要装个灯，我到你这儿买个灯泡，你咋的了？你家装灯泡啊？啊，整吓人倒怪，你就要灯泡得了呗。我你拿去啊，你等我。你说这个保安什么智商啊？我拿个螺丝刀买个灯泡就把它架成这样，哎呦我的天！师傅啊，哎，我这车坏了，您帮我修修呗，啊？妹妹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不会修车。明白了，不会义务修车，有偿的呗。那你立这牌子啥意思啊？啊，招揽生意啊？说吧，修个车多少钱？妹妹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啥了？这不吗？维修站，你手里拿着是工具吧？你这地方除了你也没别人啊，你让我咋想？妹妹，你还是误会了。我误会啥了？我咋老误会你呢？行，不修吧，你让开，我去找你们物业赵经理。我朋友都说了，人家才是义务做好事呢。你待着。干嘛？哎，怎么的？这个小区没有赵刚子不行，是不是？你过来，来，你记住我的名字啊，美女啊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钱顺风，啊，我也会做好事儿。车放这儿，我还不会修车了，交给我了。真的？放心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师傅等一下。嗯。用这把螺丝刀。这车是我男闺蜜送我的，专车专用。
究，这么讲究呢？谢谢你啊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交给我吧。哎呀，喂，我到了。不就是修个车吗？哎呀，你看这还有啥呀？哎呀，这不就是修个车吗？哎呀，这有啥呀？哎哎，不就是修个车，这有啥呀？哎呀，这修个车还多难？有啥呀这？哎呀！啊，对了，美女啊，哎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的车到底哪儿坏了？哇哦，我的车不是坏了，是废了。你干啥呀？你不修就不修呗，你拆我车干啥呀？我觉得螺丝松了，你帮我紧紧就完了。螺丝松了？啊。不是美女，你早说呀！你别说啊，你别、啊、你别走，啊、这事儿咱得有个说法。你等一下，没有我朋友马上就到了，于小脸。哎，于小脸。不是，于小脸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他把你送我的车给拆了。哎，二九啊，哎，你就这个灯啊，你都亮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听我解释，你解释什么？你解释啊！哎，啊！自从我跟你因为方便面发生了个小误会，你刚刚就是跟我笨笨巴巴呀！啊，又拿螺丝刀跟我比比划划呀，又把我女闺蜜的车拆的是稀里哗啦。你跟你说，你要是再给我骑了马鞍，你进我把你骑了干啥？少跟我在这破马张飞的！我告诉你，哎，啊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今天你是咋的呀？啊，处处在这冤枉我啊！你一个人冤枉我不够，找一个人来帮忙冤枉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我这做好事呢。空着，干什么玩意儿你啊？啊，谁呀？谁呀？干啥呀？咋的了？走！哎呀，不是。哎呀，大家看看。我二姐夫多有戏，这家伙被背成这样了，还在这要掌声呢，看着没啊？那得给呀！啊，给你，服了！不是，服了，这服了你，你小胖太狠了，太狠！快快松开，松开！你这下手也太猛了，你这样啊！哎、不服起来，帽子捡起来，起来！你给我站住！哪儿也别去！二姐夫，哎，二姐夫被打蒙了，人在这儿呢。啊，来了，队长。我看他给你拿螺丝刀比比划划的，但是我告诉你下手太狠了啊！二姐夫是不认识，不是，不光这事儿。队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在这儿蹲点我都蹲一天了。咱这不是弄一个便民维修站吗？是，弄点工具啊，借给大家修一修，是不是不要钱的？对。结果摆了两天，丢了两把螺丝刀子，这不让我逮着了？你给我比划，你指我干啥？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们组团来羞辱我呢，是不是？组团在这儿羞辱我呀？啊，螺丝刀是吧？来，哎，看见没有，螺丝刀啊，美女，这是不是你给我的？是啊，是不是？行，这把是我嫂子给你的啊。不是，我闺蜜，什么闺蜜？以后的事别老瞎说。灯里到底装不装？你整的，你要不行，我找人了，我就。爸，我装灯，我就是个灯。来，这把螺丝刀是不是你给我的？哎，对，我从物业借的。看见没有？你谁呀？我是岳父，我岳父，直系亲属不能作证。哎呦妈呀！你新来的吧？不是什么，我都来两天了，这不还是新来的吗？是不是赵刚子把你招来的？啊，那正是我家师。哎呦，你俩一个熊样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这螺丝刀真是我的，我爸给我的。你相信我说不算，这个我得拿回调查去。这是你。行，那队长，那我去了啊，我等着。那什么，你回家先把灯整上。等一下，大爷，他不能走啊。为啥呢？他把我车给拆了，废了都。这你纯粹是误会。你要说这拿别人几桶方便面，这我信。师傅，你要说他帮你弄车，他这辈子就没干过活。我爸，这车真是我拆的。我这么不了解他吗？不是，你了解他，他确实刚才要是从我这拿几桶方便走。谁拿你方便面了？这我都不信了。顺风啊，你是个老板呐！啊，方便面再好吃，
你也不能就给人家修车换方便面呢。爸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刚才我拿着方便，我从别的超市买的，跟他撞了一下，掉地下了。他以为是他的，完了他又来了个朋友，推着个车让我帮他修。我不会修车呀，我帮他修车，不小心给他拆了。我是献爱心。我明白了，闹了半天你是在做好事儿，对不对？对，谁信呢？哎呀。不是，你冤枉死我了！我说不清，要你混合我都说不清。不是，你也不用靠混合啊，这不有监控录像吗？你看看录像不就明白了吗？太对了，别看，你俩别走啊！有图有真相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我还就不信了。爸呀，哎，图在外面，真相在里面呢。那这真说不清了。我今天虽然说不清了，我把他转过来，我明天我就能说清。我不能让好人受冤枉。住手！哎，我你听我解释。我说这小区的监控怎么三天两头老坏了？今天我终于把你抓上来。钱师傅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？哎呀，行了，这还要掌声呢？哎呀。